竟敢扰乱我的程序！出来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！那你就藏好了，亲眼见证被我吸光能源后的地球吧！用不了多久了。不是女童，一定是星空。可是为什么找不到星空的痕迹？要塞利罗很快就会发动攻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头，要塞掠夺的程序修复非常快，这是连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呀！头，宇宙科学家的分析报告传过来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马上传给动车侠小队。掠夺来自遥远的塔克尔星球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物种。他们没有情感，只在乎科技的发展。丧失了生命独有的欲望。塔克尔星的物种痴迷于科学，为科学癫狂。那么塔克尔星球呢？什么？掠夺本身即是塔克尔星球？科尔星球的物种竟然合为一体，吸收塔科尔星球的全部能源。也就是说，掠夺是因为科学发展而诞生的怪物。掠夺想要所有星球的能量和技术，完成更高的科学目标。既然掠夺是个科学疯子，我们就用科学让他自食恶果。好主意，送他一个无色无味的超级病毒程序。掠夺狡诈，瞒不过他的。我想，有件东西值得他冒险。就是这里了。要塞掠夺的程序修复就快完成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我先去会会他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有我在的话，掠夺会更加相信这次的谈判。头，执行命令。最终你们还是逃不过贪婪的欲望。你是谁？不得无礼，他是你们的前辈。前辈，我需要您的帮助。他也曾经请求我，却背着我偷取地球之源，创造出能孕育邪恶军团的动力石，妄想统治地球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。哎，别担心，跳跳，那些邪恶的科学目的一定会被打败的。掠夺，你认识我吗？你什么？为什么还不还手？你是我的前辈、家人，就算死我也不会出手的。都是善良勇敢的人，未来一定是光明的。让我为地球贡献最后的力量。自以为是的科学家，要
解我的过去又能怎样？你不也热爱着科学吗？当然，我爱科学。想用心灵鸡汤试试拖延时间。可恶！不不不，我们是来谈判的。现在的形势，你们应该跪地求饶了。我不请你尝个好东西，既然起誓，你得滚得远远的。难道还有比地球之源更好的东西？他们正在来的路上。唉，终于恢复了。你们的废话我听腻了。不好，他快进来！大副，大副，你们到哪儿了？马上就到。小凯叔叔，准备开启保护罩出口。明白，跳跳。能量供给包启动，超级脉冲波地震波。不能硬拼，先撤退。不能撤，大副马上就到。我们来了。又有人送上门的。要塞掠夺，这个怎么样？这是个伟大的科学发明，竟然能孕育生命。吃了它，你就不必再寻找生命根源，维持生命了。这是福基堂的宝贝，不能给他。绝不能给他。住手！为了地球，我们需要做出牺牲。的表演怎么样？真是太美味了！怎么回事？你们想摧毁我？错，是你对科学的贪婪毁了自己。你就好好享用吧。都吃下！别忘了，我可是科学的产物。要进行基因转换，快切断吸收。可以。干掉他们！我不忍对朋友下手，只禁锢着他。今天我们都该解脱了。小伙子，我们一起干掉他。禁锢棒。绝不会成为下一个塔克尔星。地球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更好地捍卫它，珍惜它。
子也没有。他的磁场在无规则移动，我的透视眼也无法确认位置。他最好别停下来。芳芳，我们找到他了。啊，老婆，收到。跟着他们。好。动车侠，我会让你们加倍偿还。真是烦躁。输出转化，没有金箍棒，火焰枪，嘿，他死定了！不好！谢了，芳芳。多谢你们激发了我的科学灵感。可恶！冷静，我们已经用尽全力，需要时间恢复。先撤退，再想办法。太可怕了，即使受伤也攻不破。经过粗略分析，要塞掠夺需要一天才能完全修复。不仅仅是修复那么简单。必须深挖他的弱点。妈妈，我们应该深入探索要塞掠夺的弱点，才会有针对性的方法。跳跳，开始行动吧。玄武滑板，够炫吧？一流的机械大师，怎么能和我一样啊？好。时间紧迫，就别计较独特性了。王爷来了。师傅，师傅。哎，操练起来。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你更适合短拳。是。探测程序开发完成，索尼计划启动，探索要塞掠夺的弱点，秘密开展。跳跳，这次计划实施的这么快，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啊。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。锁定模式准备完毕。又来了。无人机开启了远程攻击。群体攻击炮。保持冷静，分散探索。是。太好了，数据和影像传输过来了。跳跳，我们马上分析数据。是。这里只是装甲层，大副，探索其他位置。明白。誓言，大副的透视眼传回来的影像和数据更细微，强盗，
要塞掠夺用了我们的技术进行修复，已经被他进行了再创造。不堪一击，我一个人拦住他们，你们专心探索。我的铁拳为战斗而生，小空交给我了。来自幽木技术，很少人知道的能量公式。他一定是分析了军用武器的残骸，利用幽木技术，再融合地球之源进行能量转换，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外壳。敌人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？伯伯他们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。如果……放心，根据数据分析，要塞掠夺明天才能修复完毕。要塞掠夺正在升级为金刚要塞，很厉害吗？比之前更厉害。金刚要塞没有弱点，也无法透视，可以承受任何冲击。我得告诉妈妈。糟糕，失去信号了，跳跳怎么办？哎，别忘了，保持冷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我去和妈妈会合。师父，谢谢您。跳跳，跳跳，怎么回事？受够你们了，该是一网打尽的时候了。妈妈，要塞掠夺正在升级为金刚要塞，快，数据分析。是。是是金刚要塞，金刚要塞能承受任何冲击，根本无法透视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可以随意控制能量和程序，转换成超强武器。妈妈，联系不上大夫他们，不能碰他了。可恶啊！绑着你爷爷我，算什么本事？还有漏网之鱼。你的磁力波是冒牌货而已，胡说！闭嘴！磁悬浮列车就是利用同性相斥、异性相吸的电磁原理推动前行的。大家快释放体内的磁力！你们的脑波灵渐渐转，永远比不上我。小心！升级了，撤退，快撤退，快走，撤。要塞掠夺的实力就是我们的动力，锁定计划是成功的。哪怕遍体鳞伤，也要继续战斗下去。